像你哦，题目上求这两个多项是相除的商式跟余是多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讲一下哦。我们先教你国中的方法，国中是用直式的除法，怎么除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利用的是分离系数法，不是？这里不是写 x 平方加二加三吗？所以这写多少？一加二加三。一加二加三。那这里不写 x 加一吗？一加一。那属于一加一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不然哈、哦，好，那先除法，来吧，一乘多少等于一？一，所以变成一乘过去变成一加一。会了哈，然后往下减，一减一零，二减一，一加三，好，再加多少？一样一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乘一的数是一，才变成一嘛。再加多少？一，因为一乘一，一乘一就是一加一嘛，就加多少？二，所以我的三多少三？一加一，就这个一加一这个就是 x 加一，啊，于是呢？二，于是是二，好，这个是正确答对。来，我先教你们第二个方法，仔细听哦。这个你要你会写的话，老师可能会觉得你是天才儿童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来，注意看。老师觉得我。一加二加三，这个是谁？倍数是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注意看哦，这边我写法是不太一样的哦。我这边写的是负一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令这个地方等于零。这里原本是不是 x 加一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如果 x 加一等于零的话 ，x 是多少？负一，所以写负一。有看到吗？然后接下来注意看哦，这里不是一，对不对？你把一放下来，然后一乘上负一多少？负一。然后注意，像这里是用两个相减，对不对？这边用的是两个相加，所以二加负一多少？一。再来一乘以负一，负一。好，两个相加，二，是正二，对不对？注意看我讲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你的余式，这个就是商式，会一模一样。这叫做综合除法，超好用的。哦。